大家好，我是白球书院的曾婉莹老师。我觉得赞好校园是什么呢？我觉得学生能够笑着学习和学到东西就是一个赞好校园。以中文科为例，其实他们学文言文很闷的，觉得其实老师会不会动下脑筋？其实学文言文是不是一定要这么死板，老师讲学生答，或者是不是一定要学生上网找资料看文字这么沉闷这么死板？就不是的。其实透过一个 VR 的虚拟实境学习模式，学生用游戏透过影像和去游戏世界里面的探索，他们一样都学到东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一个更加接近他们生活语言，他们能够亲身去体验的世界，他们一样学得到，学得牢固。那为什么老师不试一下转方法，用一个新的方式令到学生可以学得更加开心更加愉快，令到他们可以天天开心地上堂呢？那我觉得赞好校园就是学生可以笑着上堂，那最好了。